带来经典的歌曲。什么被高带动山丘？这首歌其实应该也会唱。刷的，我还在写你就好。然后一定不用每天睡觉，再来一次。每天不用睡觉，下一个进音乐就是你了。你在唱什么歌？篮球星，老公，今天唱特别经典的歌曲。片尾曲他唱，罗大佑，来这首罗大佑的歌曲，练起 One Night One Zero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罗飞老师。Oh,
非常感谢他们。